我知影我欠你一句实的啦。啊，不过经过昨下意外，转去厝内，我看你真忝，无想要插你，所以我才无讲。代志已经过去啊，你无啥回事嘞？美妍姐，唔对就是唔对，我袂当因为我家己的情绪讲出这么偏激的话啦，所以，实的啦，请你别生气。你回实的就回实的，形容这么激动是要创啊？总共一句啦。我希望遐个话，你莫放伫个心内。虽然讲咱个关系是客友，啊，不过以后嘛是要斗阵生活。我真正希望咱是会当好好相处个朋友关系。我嘛希望咱会当好好相处，至少安尼咱个客友才会当好好进行落去。你莫甲我讲，你会烦恼爸无解这礼物，烦恼家会紧张、胃疼，所以甲胃药搁伫个桌顶，以防不时之需。不是。哎呦喂，宋南庆，宋南，想怎？宋南庆，馒头啊，一阵啊无看到啊，敢那有较瘦呢？有影无影，安尼够够硬头。嗯，水啦，这小鸭无食过嘞，唔好嘞。也唔过减肥哦，嘛是要有限度。恁的工课吼，较食体啦，袂当伤瘦嘞。知啦知啦，这都我们注意啦。阿哥，庄阿姨，我等一下你过来一撮。来，吃。因为伤害你的人，我家己每一天都过得不好。伤害的人是糟蹋你的人，是你要紧，啊，不过唔知好好珍惜你的人。莫因为别人过错，就听话你家己。但是我妈愿意跟我交心，啥拢愿意跟我讲，我都袂不甲即马安尼，一见面就冤家。啊，是讲有一挂话，你讲袂出嘴。我跟我妈无遐尼亲啊，假使伊会当对我搁较温柔的，就算只有三秒钟，我都会感觉就幸福。把你同情的小眼神收起来，我跟你回去，别让你爸担心。你卡，我甲你妈有接受啊？收。免提掉了，挂，拢挂。那到时阵放弃，就浪费我的钱。钱万一回去你口袋啊，那更无收着。真有才调吼，话是真就是真。我是代念你对我十多年，我无想要为难你，给你一笔退休金，结果我头一乱，
才发现讲你甲我挖一空才大空啊！迄空了大人啊呢！不怪你的形容细节啊，厝搁袂掉，安怎？想阮甲母甲差不多啊，准备要人来啊！你哪知影我卖厝啊？你若无做，就无人会知啦。当然，我真感谢你给我退休金啦。啊，不过你雄雄安甲我掠来，要甲我安一个罪名，这我袂当接受啦。你死啊！等下，你还阁唔承认？宋玉华，我是你的文情人呢。当初你咧走投无路的时阵，是我给你工课，你才会当我了。我这么信任你，把公司的钱拢交给你管，你表面上对我尽心尽力，私底下搞我钱，即卖我也处袂掉，人怎啊避开？莫想讲你点点点都无代志，我都无你法度。金工，我钱藏喺度。唔讲，好，我替你讲，你有一个查某囝，我直接去找你查某囝讨。我的查某囝，伊伫咧国外读书，伊啥物拢唔知。哈哈，无怪哦，你有栽条栽培恁查某囝出国读书，啊，拢拢开恁爸的呢。对啦，我是为党的家借一点仔钱啦。啊，不过你若叫我即马随行李，我真是做袂到。党的，我求你，我拜托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一世人做牛做马来行李。啊，你是要笑破人的嘴笑？你想讲你是要小姐？你到几十年的时间都替我打拼。老家凭你遐薪水，啊，搁你卡袂着胃疼两公身体，你是要陪我？不管安怎，这件代志跟我查某囝一点仔关系都无，这拢是我做唔对啊！我给你一个人来承担，来弥补。弥补？你是要弥补？罗顺讲我该掠去卖，千金千两，你嘛无代你的钱。我今日无法甲你教死啊！我后摆啊，路边店要社会工徛起啊！你是要创啥啦？看你这个面啊，就欠早起还三里啦！今嘛，你知道我要创啥吼？啊，你搁徛遐创啥？动手啊！当爷，过去你想要安怎？我来啦。当然嘛是一个爱，一个给气你啦。阿叔，动手啊！是。恁两个，加伊。是听遐济啦。请。阿姨，歹势啊，这当爷命令啦。炸鸡饭也炸咩东西啊？那不是油炸的炸？不是，是言字旁的炸啦。啊对啊，多谢阿姨。拢你啦，叫你读册唔读册？弄啊厉害。啊够有话咧。啊，恁爸起来啦。干！那是一定要安尼做，当处长你才袂阁生气，哪会就来啦？
是我，我不是我。等，这应该是为阿姨包来哦。你也呆哦，我已经提出来。等，是谁叫赵宝云家的？开扩音啊！美华，你真正无够意思呢，查某囝变做人家小奶奶，竟然拢无甲我讲一声，无猜咱是这是谁年纪没破？没哪有可能有这种代志，你摸唔到啊啦！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是唔通甲我讲，你唔知你的查某囝嫁入去当初你指定伊去相亲的迄个精英医美集团的领导、哦？原来是安尼哦，这是单亲哪有可能嫁入去领导？这到底是安怎？你若阁唔讲话，因朋友是会紧张哈。怀弟袂当学党诶，动脑筋去单亲诶身躯顶。宝云啊，我诶查某囝伫咧国外读书呢，这边哪有可能啦？你摸唔着啊啦！我袂甲你争啊，怀弟恁家爱我通知你，既然单亲嫁入去啊，双方家长总是要正式见面，看你啥物时阵有时间。我都讲唔是安尼，你看时间甲地点嘛确定，你放心，宋律师一定会到。你是谁？我是上好的朋友啦，非得乱的，等你的消息哈。等下，你拄则讲你是啥物意思啊？我的查某囝，伊根本就无伫个啊。你到即马阁想要骗我？恁查某囝嫁入去豪门做小奶奶啊！你阁骗我讲伊在国外咧读册，你当作我是戆的？唔是啦，你听我解释，我真是唔知影阮查某囝即马是啥物情形。啊，无安尼啦，我先敲电话，先敲电话，咱再来讲好不好？免再费。林刚哦，那见面时，容易轻易错，敢毋是？你欠我钱，落恁查某囝来害，母坐囝害，天公地道的代志啊！你是在看啥？一定是哦，我进前梓潼的变态粉丝哦，吓惊着啦！子孙啊，咱带伊哦来去收惊啊！爸，唔免啦，咱这附近的保全哦做了真好。绝对比你后开放的夜店哦，安全几落百倍。嗯，我奈哦，闻到安尼酸酸的味啊，是醋味哦。原来哦，有人咧食醋啦。哈哈哈！哈哈！哪有啊？放心啦，以后莫再去夜店啊啦。有声公子同水利去哦，不准去，知无？知影，那呢，老公，你嘛卖个生气好不？哎呦，安尼就对啊啦，迄翁阿婆就爱安尼肉麻当有趣啦，安尼唔才对，行啦，来转啦。单亲真是嫁入去林家，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啊？虽然是有达成我的目的，但这代志却变到我无法度控制啊！我敢有法度保护好单亲，让伊莫受到伤害？